26日，有网友晒出偶遇奚梦瑶赌王斯泰逛街的照片。照片中，奚梦瑶身穿格子外套、黑色紧身裤、长发披肩，与斯泰一众人同行，一路上也是有说有笑，关系十分的好。网友们都有点羡慕这对婆媳了。看来何猷君真的是选对了女友呢，妈妈梁安琪甚是喜欢了。随后还与网友合影，戴墨镜露微笑，十分亲切。如今何猷君和奚梦瑶已经求婚成功，两个人想必也是会很快的就会走进婚姻的殿堂了。网友们也是十分的点赞支持这对金童玉女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